这个就是很著名的十分瀑布咯，是不是很美很美呢？真的，大家也快来平溪这边哦的十分瀑布咯，很漂亮的，也很舒服，也很容易去的，一点都不困难哦。那你们也来这边吧，开车会比较方便，但是也有公车到这里的，也可以搭火车哦。